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卫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22届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六轮的比赛，很高兴能够和王浩洋六段一起为大家讲解。浩洋你好。范老师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午好。那么我们首先第一局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上海青衣和浙江体彩队的这一盘第一台的对局。那么之所以选择这盘棋呢，也是因为这个上海青衣队的曹潇阳在前五轮发挥特别的出色啊，五盘棋一盘都未输，可以说豪取五连胜啊。确实有点出人意料的感觉啊。对，这个发挥很出色，而且应该是升班马。升班马，对。然后曹潇阳又有这么好的发挥，然后我昨天是听说他们前四轮是得了八分。对，昨天的话我不知道他们的成绩是如何，但是已经非常厉害了啊。然后他们的教练可能对这个成绩也是很满意吧，应该。对，他们目前是排在了第七位，可以说是中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名次。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有这个对于上海青衣队领队胡玉清的一段采访。应该说吧，这个其实我也是今年第一年担任围甲队领队，其他比赛领队是担任不少，但围甲的领队是还第一次。首先围甲的水平比其他比赛都要高，第二它赛制啊包括赛程方面也都不一样，所以作为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青衣队在这个今年围甲联赛前四的表现是远远超出了预期，赛前我们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目标，甚至连保级啊等等的前多少的目标都没有提，只是希望队员们更好的发挥，尤其年轻棋手能更快的成长。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有目标的话，我们就在内部提出了想首先是要赢一局胜一局，再是拿一分，再是赢一场，结果没想到前两轮就完成了这个目标，这是也振奋了我们全队的一个士气吧。所以大家后面也比较放下包袱，前四轮的一个发挥应该说我认为是相当不错。应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说老带新，其实有三位是90后，三位00后，其实我们是比较期待三位00后的爆发和成长，因为毫无疑问我们是一支年轻队伍，从目前实力来讲很明确的说是一支弱队吧，只有年轻棋手爆发出来了才可以把整个队的实力加强。当然我觉得我们两位老队员廖兴文和曹潇阳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一个榜样的作用，这样非常有利于一个棋手的成长吧，对年轻棋手也是一个促进作用。围甲联赛很艰难，尽管现在前四轮我们起跑不错，但总体来说毫无疑问还是很艰难，我估计肯定还是要在季后赛甚至保级大战中打得非常残酷。我希望我们队员能在这前十五轮的一个常规赛积累经验，增强实力，为季后赛做好准备吧。我们看到这个胡领队也是非常的谦虚啊，他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获得这么好的成绩，作为升班马来说是他肯定是很意外嘛。刚才也说他肯定是很满意，我感觉对这个成绩。 对是的当然我是什么都听不到我只是在看着他那我们看这个现场的画面。这位就是右边这位是曹潇阳，左边这位是张涛，那他们两位棋手其实下棋也是比较快的，属于棋感型的棋手。他俩应该是都比较熟吧，可能是不是都在杭州训练好像是的是的，他俩相互之间可能都比较熟也比较熟悉哈。对曹潇阳很轻松啊他们两个好，这个是廖行文和蒋奇润。小廖刚才镜头很多是，那其实这两位应该算是这个上海青衣队的这个领头大哥了，因为这两位棋手都是出生于90年代的他们上海青衣队还有几位00后的选手，也是刚才胡领队非常期待他们表现的棋手。好，这个是谭笑，谭笑今天下的是快棋。对阵的应该是韩国外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个曹潇阳对张涛的这一盘对局，是让大家也通过棋来认识一下吧，通过棋来认识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曹潇阳的
是一个很神奇的表现。嗯，这盘棋曹襄阳的黑棋，直黑棋 啊，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围甲上能获得五连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每一位对手实力都非常强劲。对对，是中国最顶级的团体赛事。这个错小目，嗯，加这个二尖跳，然后白棋挂角，嗯嗯，这都是比较常见的。嗯，曹襄阳这个我倒是不是很陌生，这个棋手。嗯，但是就感觉小的时候吧，他一直也成绩也就还好。嗯，对，好像最怎么突然就好像就起来了，爆发了。我感觉是不是通过 AI 的训练，他这个可能也是比较用功啊，理解比较多，感觉是啊，厚积薄发。可能对，通过 AI 以后，可能棋手们是不是差距之间变小了一些，可能就是嗯啊，反正在我印象里没怎么赢过我。这个一不小心丢出了一些实话。嗯，就是很难，就是因为其实这些都还挺熟的，像包括小廖啊、曹襄阳啊，还有几个年轻的，那当然感觉都是学生辈的，像陈依纯啊，还有陈佳妍，那都是学生，以前都给他们复盘的。嗯，对，然后就是感觉他们这个队能下成这样，真的是挺意外的。哦，对，我是这么觉得。那你肯定是对这个曹襄阳的棋也是很熟悉啊，你给我们说一说他这大概是什么。对，他的风格呢，就是那种特别稳啊，就棋的话风格特别稳，然后那个也是不喜欢战斗的，属于那种啊，对对对，就是棋。那就正好合你意了，是不是？我记得你就说过，你还是很喜欢这种啊，对，下这种棋的，可能吧，对，可能跑到你擅长的领域来了，对，可能吧，就是他，其实这种他如果下顺了的话，确实还可以，就是这种他没有什么太大失误，反正就跟你推一推啊，对，还是比较稳健的这种棋风，比较稳健的，对对对，嗯，其实张涛我觉得也差不多，其实他俩风格相似，我觉得。哦，张涛也是这种棋风啊，张涛也是这种棋风，我感觉但张涛的话可能比。我原来认识的曹襄阳可能要稍微灵活一些。哦，现在人家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对，是，对，我也是挺期待看一下是。是不是已经也挺久没跟他下过棋了？嗯，好像去年在他们青衣升甲的那年，我跟他下了，好像。哦。对对对，下我好像就是对着他。啊。好像是哈，但是我不反正就不是去年就是前年，在围棋中我是跟他下了，然后我是反正赢了啊，那也是一年多未见，对对对对，就是试也想看一下到底是有进步到什么，对，什么情况了，现在肯定是有很大的突破，我觉得是。嗯，然后这个布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对来说黑棋的错小目布局，然后加上这个手脚，一般来说其实都是一些喜欢平稳一点，然后喜欢实地的棋手选择的。嗯，正常的话其实这样的下法在我认为就是可能那比如说像柯洁啊，就是这个朴廷桓他们可能选择的还是比较少啊，因为这样的话好像对于变化上来说没有那么多，就比如说星位小目，然后各种的变化，嗯，相对这个来说就很简单，这样的布局的话就很简单，对，嗯，就是反正你一手脚白的挂完一拆，这样大家就反正开始铺铺地板，就准备开始收官了，嗯，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因为像现在黑棋这白棋这个小飞挂小过来，黑棋好像没有从那边夹过来的，对，就对，几乎都是这样子，就这样，就是这样，反正收官了。其实等于黑的也没什么潜力了，嗯，就也没什么发展可言了，嗯，就是手脚这样，嗯。然后白棋这个点三三也是挺常见的嘛，反正黑棋飞，黑的飞，嗯，白棋这个地方选择的话，也就几种，他反正现在白棋肯定是想争先手，因为这步逼肯定是要下的，嗯，对，白棋肯定是要就长争了先手之后逼到这个位置，如果飞的话，其实现在黑的就算顶，如果黑白棋飞的话，黑的就算顶了班，感觉。白的也不便宜，这样的话你肯定不能在局部再走了，对，然后你可能也是比这个，但是这样的话黑棋我们说这个黑的打了立下来的话，这个局部黑棋还是比较饱满的，这个棋哦，啊，
就这边的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严厉，就逼完以后再下一手，这样的话黑棋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呢实战呢白的选择长一个，这样的话如果你实战黑的还是飞呢，它肯定是憋住，这样的话如果黑棋你还下一手再尖起来的话，肯定是不如刚才这个打的力，这个效率更高，所以白棋应该就选择了长这个，那扳了连扳吃角的话，落后手可能稍微有点不肯现在。那黑棋实战尖起来，白棋直接把实战他还是尖起来了是吧？然后白棋直接靠了，一点都不迂回啊。这个尖这个也是说过，这个尖跟这个比的话，肯定不那个肯定这个好，肯定这个好，对。所以我刚才其实想问，这个时候黑棋争子有利的情况下，是不是跳这个是吧？对，很想跳。跳他有没有怕被引争的可能？没有。不太怕，感觉上我这个高位好像不太怕。那可能他就压一个。压一个，我是尖。你尖的话，他应该可以挤下来。哎，挤过这棋是不是打起来的？啊，你有打起来的，但是好像现在你配合不好吧，黑棋。这样。正常来说，你这个子是你的话，你打就打起来好像。你现在是我的话，你打起来以后，你这地方将来你就算再挂一个，我就算跟你硬一个，其实你这还是欠着打入。你想在这儿发展的话，应该是比较困难。黑棋，那这个角损失的好像还挺大。如果这个子换成黑棋，那不一样。黑棋，比如说我就跳一个，或者飞一个，这样的话看上去，我这边就不太一样了。跟这个好像还是差不少。这个的话，等于你可能你不补的话，这打入线还挺严厉的。其实这也不是特别厚，你要补一个或者你拖，我就可能是不是我就打了虎过来，你这样吃我们接上，这长一个，这样感觉上黑棋也就没有什么潜力可以。对，这个配合一般，这黑配合太低了，位置。就现在可能不会，就黑的如果这个角是黑棋的话，可能这个打起来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这个怎么办呢？我现在只能粘上吗？粘，你可以虎一个。这么妖娆吗？虎一个就是，如果白的黑的你粘这个，白的肯定脱先了。对，这样的话呢，你再打起来这个棋我不一定会粘，我可不可能不要了？你再提的话，其实你效率也很一般，就等于这样，就等于这样，你这其实很一般的效率，对，很一般的效率。但是就你虎的话不太一样，你要虎的话打起来，如果提掉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子和这个子还差不少啊，其实，那是，对吧？这个这样的话，将来我们说白的冲完了扳了，这一打吃再一打吃，这个收官，对。如果虎的话，等于什么？这就什么都没了。对，但是那虎的话，白的他自然他不肯先打一下。他打这个不就等于冲了打，紧了一气，对，就紧了一气，所以白棋来说肯定不肯，如果黑的粘这个的话，白的我长一个，这样你爬，对，白的很脱先，这样可能黑棋也不是很满意，因为如果长的话，其实你可以爬白的应该也会这样飞，然后你等于顶了白，就是还原成这个，这样的话白的暂时也是可以脱先的，好像，这样的话可能黑的虎一个比较那个什么，很妖娆的一步棋，你要不走的话，我打起来你应该得粘了这个棋，因为虎和那个团在这儿还差不少，对，那你如果长我就脱先了，你如果长的话呢，反正这个子跟这个子差别不太大，基本不太大，它这戏有这一虎这一虎，原来是这样，学到一步棋，我虎不知道学到一招长还是飞，长还是逼住，都有吧。也有可能。这个范老师，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思路，然后感觉还是挺好。就反正这个 A 就这边拆一个 B， 就是我想走到一个。因为如果说实战飞完之后把黑棋还是尖起来的话，感觉黑棋应该不是很美。但是我是觉得他这步尖是有疑问的，我并不是可能他这步飞，我觉得应该还好。但为什么要尖起来呢？我不太理解。就这些，如果我就脱先，或者我再继续点脚。也就是说，这边定型其实白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手段。白的将来反正走，他应该就飞一个。应该就飞一个，飞一个黑的可能我继续脱先了，可能我就不走。
啊、哦、那这样等于白棋如果挡下来，黑棋就冲完了班战，对，我就冲完了班战。 嗯， 嗯，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手段、嗯、没有再怕的。 嗯， 嗯，就是其实这个尖起来我是觉得不是很支持这步棋，因为我感觉这个尖起来明显没有那个，就是这个尖是一步很大的棋，嗯，确实很大，但是在就是在开局的时候尖好像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紧急啊、没有那么紧急、嗯、就是因为本身如果说这个子是黑棋的，我们又说到这个问题，嗯，如果这个子是黑棋的话，黑的尖起来，那如果你靠了长过来，那我的发展是很好的。现在这个棋主要是白棋，嗯，你尖起来的话，对你自己来说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可能，嗯，然后你破坏白棋的话应该也不着急，感觉就是限制白棋的话，嗯，如果是我可能会挂角或者会继续点三三，嗯，啊，我可能倾向于挂角多一点吧，我感觉。对，因为其实这边定是最严厉的，白棋也就是搬完了靠下去，但是现在局面也不怕，黑的就把这个吃了长出去，白的发展这边肯定他也不会这么走，对，嗯，我是并不支持这步尖的，如果尖的话，那肯定我觉得不如范老师这个，这个肯定是，嗯嗯，这个可以，嗯。这个可以，范老师对没有，我也是看这个联赛的棋学习到的、对，之前有一盘这个对局就是这样子、这个棋张涛他愿意选择这个，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子是我的，嗯，他觉得把你下后一点，你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手段对付这个子，嗯，所以白棋就索性把这个走掉了，就走掉了棋，嗯，黑棋虎，嗯，这个大家注意不要轻易的把这下打掉，嗯，对，嗯，对，这个棋黑的动不了，因为白的这个棋基本上是先手，是的，如果黑棋不走的话，如果黑的不走，比如说你打完粘、你要跟他站、你觉得这还挺严厉的呀，我这出来、但是这本转位一搬，搬这一成了一个揍完一搬，局部等于打劫了、黑的没有办法进吃到白的这两个子，白的这两个子生命很顽强、这样的话他一打劫，这黑的这太重了，吃不消、是，所以黑棋这一下也不能轻易打，不能轻易打，对、黑的疼，嗯，白的黑的什么时候打呢？就是我这地方将来你有利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打了，嗯，他这边有扳了扳这个手段就可以打了，是，啊，像成这样以后呢，白棋在左上角这个地方动手，对，哎、过去我学习的一招是尖在这儿，就是我下棋的时候呢，嗯，我觉得这个局部尖一个会特别舒服，嗯、我当时认为就是白棋只要下成这个形状，嗯，就感觉笑的就是可能要睡不着觉，有这么好吗？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当黑的飞的时候，只要白的脱落能虎到，然后立到的话，这局部是非常舒服的。后来其实后来发现其实也还好，就是黑的主要他现在他有一步这个尖冲，好像是电脑。这个不好对付的一手棋。嗯，那尖冲的话，白棋是会尖出来吧？白的应该会尖，嗯，对，然后黑的再尖，再一尖，嗯，这样的话，很明显黑棋是两者必得棋。对，如果你走这个呢，我飞过去；这样你走这个呢，我飞过去。嗯，如果你这个棋你飞起来呢，我把这个贴回来。嗯，啊，贴回来，白的爬过，然后基本上这个地方黑的就可以脱线了，啊，就挂起来。嗯。其实就也没有说想象中那么便宜，白棋这个能偷到一下，啊，其实后来其实发现其实不便宜，不便宜了吗？对，不便宜了，就已经变成了不便宜了。对，嗯，因为实战呢，这个棋就是这个，因为就这棋本身也可以从这边走，嗯，飞这个肯定也是很多爱好者想问，我感觉就是，但是其实套就是你飞这个可能黑的他有可能他就这样顶了挡，或者呢他靠这个。然后靠了虎，然后你打吃，接上，走一个，就这样的话，黑的局部其实已经就活了。嗯，白棋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对，这个也是，就是这种棋形，其实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飞一个会特别舒服。嗯、对，然后实战呢，这个局部应该是最好的手段，它是单头的力。哦，他觉得这虎一下呀不得、对，正常感觉就是黑的这一长啊特别爽，对呀、
啊，正常来说。我现在还是这么觉得，还是这么觉得。啊、对，就是长的话，它第一个它可能跳，它可能尖一个。嗯、这个我也下过、啊。怎么样呢？这个棋，然后后来我靠一个。嗯。然后呢，他搬，然后我长，然后他就跳一个。哦。啊。就这个地方主要是呢，它将来有一点。嗯，将来有个点，就如果能局部不活点到一下的话，黑的其实这个地方它长啊，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舒服啊、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还是比较慢这个速度。对，主要是长完以后，它这被白的逼住以后吧，它没啥目，嗯，没有什么目啊、只是感觉棋形上好像看着很舒服，是棋、啊、形上很舒服啊。这个我也是下过，也是下过的，嗯，啊、就是白棋呢，他觉得我虎一下这个呀不便宜，就这棋。白的尖的时候，黑的切记呢不能长进去，长进去被扳断就凉凉了。这一期，嗯，这扳了一粒，这作战黑的是要垮了。这个，嗯，就退，就别人尖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啊、嗯，就退完之后尖冲一个，也不要太难过。如果说白的不尖挡单挡呢，你就可以飞一个，这样稍微好一点。你要不尖冲这样飞，有可能担心别人靠断。嗯，啊。就是当别人尖你的时候，你不用太难过。其实硬语还好，黑棋。实战呢？还好。对，还好。实战才是拖的力。对，拖的力就。啊，那黑的，你应该不会选择长吧？对。嗯、黑棋实战显然，我觉得他对这个局部还是有研究的。实战黑棋是。啊，还是选择了这个尖冲、嗯，还是觉得这个位置是一个要点。嗯。啊。他就说，就当你虎了，我就让你虎一下、啊、嗯，然后白棋就是不虎，对，就是怎么着都不虎。我现在不虎这个，不虎完了尖了，我现在直接来冲断你，黑棋挡住，但是这个形状是不是有一点点问题啊？被断了之后，黑棋这个地方不是很薄吗？这个子肯定就不能要了，嗯，这个子就不能要了。但实战黑棋这样。要求这个打完了顶完了先手，但是看起来白棋这个地方收获也很大呀，黑棋这个子就直接被这么吃进去了。嗯嗯，这黑的亏了吧？对，看起来好像、嗯、没走着什么东西。对啊，这外面主要还欠一点，这一点太舒服了。这黑的、嗯、只能这样吗？实战是这么下的。嗯，如果出来确实也出不来了。对，你这边还欠着一个、嗯、如果先压一下的话，先压哦，你拐吃这个是吧？嗯，有可能拐吃这个的话，我这样你顶是顶不着了吧？顶不着了。嗯，那没什么好办法，死了。对，黑棋就当是，哎，但是这两手交换还是亏很多。那如果黑的单跳呢？尖冲了单跳呢？尖冲了单跳、嗯，这个地方白棋有没有加呀？哎，这个子我倒是觉得给你也无妨。那我就收下，试试看。这家，嗯，这个有点难受啊。这个，嗯，这样，嗯，我感觉这样好一点还行。嗯，黑的至少如果这厚了，现在下来这个子外面这子还不是很火。如果一旦我这厚了的话，我这下来，你这个子至少没活。嗯，那我将来我一旦这个暗香残留的，如果再给你打回来，对，这个打其实白棋还是有点难受的。你这个劫不见得敢这么轻易跟我打了、嗯，我打完你这可能就死了。你要再粘上的话，其实白棋得的可能也不是那么多，得的有限实地。嗯，感觉这样是不是好一些呢？嗯，有可能这样更轻快一点。我也觉得对，没有把子都死。如果白的挖的话，黑的肯定我觉得是打外边啊，这个棋啊，这样肯定是。要这样，毕竟这个刺一下实战也是很难受。嗯、对，啊、
这样马上这间冲过去还是一步很舒服的，对，就很严厉了。确实实战的这个结果有待商榷，黑棋不得，有待商榷，是吧？当然也不一定，这个就等于黑棋长，然后他觉得就是白棋贴两下，他这个断一下损了，但是白棋贴两下也差不多，他觉得。白的贴两下肯定稍微差一点，但断一下损太多了，不是？他本来不断的话，这个棋压是绝先啊。嗯，这你不走的话，被我搬了冲了这一段，不是就凉凉了？对。而且以后从这边加过来，这个地方，这黑的，比如说白的如果长，将来黑的这个冲了点是先手，嗯，对不对？这冲了点是先手，那这棋我将来，比如说我就这种外面点一点，你不走我就跳回来，这还差很多。你是断一下，损了很多，白棋厚了太多，损了好多。关键你现在压是后手了，嗯，你现在压不到了，现在你不压我，你让我脱先了。你要干嘛呢？你跑肯定不行，你就最多打一下，那啥气没有了这里。嗯，啊，这个还是损了不少。哎，这样的结果应该对白棋来说应该是比较满意。嗯，那黑棋现在赶紧的得把这个给打进来。他不能先冲，这个、本来棋形是先冲的。哦，先冲这会被白棋。他现在应该是点吧？嗯。姐，我万一就傻，哦，从这边冲，没有看见，他从这边冲，从那边冲，我是觉得我把你吃了还凑合。对，我是觉得我只能从这边冲吧。从这边冲啊，从这边冲挺厉害的。我只能这个，然后短，只能这样走了，转换。转换，打死还是打死？打死吗？我不肯死。啊，这你还不肯死？啊？我打了挡你还能活？啊？肯定不能活。我粘不是先手吗？哦，嗯，好吧。但我还不见得肯呢。我本来是不是觉得打个耙子好一点，也不一定。打个耙子，我味道是不是更浓烈一点？浓烈一点，浓烈一点。嗯，这样的话，我倒是也双一个。嗯，双一个。双一个还是不走了，我先打你。打我这个。啊，打好像没引到争。我。我接上不是你走什么，我好像没什么好走的了，这个时候就主要你不走我接上你走什么，接上我补外面，那我打出来啊。哎，那我补这个。你接上我补那个，你不好下，就是我觉得你走接上你双完之后压一个，压一个是吧，很有价值，哦，我是觉得啊，不然我接上你这两个你走不好。嗯，你可以粘到这儿，你或者粘到，但粘到这儿我就顶，粘到这儿我这就感觉这应该啊，不如这样两手棋，这样有一手棋价值，我是觉得这换一手棋的价值。那这样不知道如何，白的实地，黑的也挺厚，好像，黑的也还行啊，也还行吧，感觉上还行，勉强接受了，接受，所以黑棋尖冲的话，冲是吧？哦，冲，冲我扳住，只能。也不一定可能可以长哦，也可以，可以先放一手。那你刺我怎么办？刺接上。哦，那我再那这我断你是不是要凉？我也担心这个呢。我如果就这，我就最傻的打的粘上了。这样我的气不够，是吧？看上去是的吧？我也不搞不清。危险危险，这个黑的恐怕不太行。嗯，黑的应该是悬这一次。主要还是这边不太厚，不敢尖冲。对，还是不平衡。嗯，而且曹向阳风格他应该也不会选择特别激烈，他应该选择就是反正把你这打打活做做活。那个太激烈了，太激烈。然后白棋点是白棋的先手全力，然后一飞，
但感觉这样黑棋很怪，对，嗯，好像就是说这种情况，这个两边黑棋有点腻，因为黑棋如果活这块的话，可能会用上这儿，对对。然后这个地方的眼位其实也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的，对。那白棋这种地方很有可能一手棋就有两个作用，就兄弟打架嘛。黑棋这种棋它总是要兄弟打架的，对。嗯，他不管是做活还是围控，就反正白在中间，你两边肯定都要受影响。对，嗯，那这边呢刚刚好，我看白棋正好是可以把黑棋封住。嗯嗯，这个地方，这个黑棋出不来，黑棋虎出不来。嗯，刚好白棋这个形状能粘到那儿，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这种棋张涛，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嗯嗯。黑棋飞，白棋挡住，然后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要兄弟打架。兄弟打架，对，你这个地方多一个子，对你这边固然是有好处，但你这边一定是撞伤了，所以黑棋还需要补回去。那么白棋尖了一下，然后飞锋，啊，这个地方黑棋现在还没活是吧？有一点吗？嗯，这被冲完一点就死了。所以黑棋还得补，补一个。好，那这半盘的这个一个战役就这么结束了。结束了。怎么样？不知道。只要黑棋吧，它这个棋确实就是没啥特点，反正就有点木。没啥特点。就是，但是呢，它木也不是很多。就是我们说呢，它就这边，首先它这样的话打入进来，确实也是兄弟打架。嗯，这边也是兄弟打架。它不光这一边打，它这边还在打。嗯，就将来比如说白的尖一尖，你得挡着做活，然后这边就被一虎。就这边还被加了打一下。这黑棋的木吧，你看着好像挺多的，但走一走可能就没多少木。嗯，就是我们稍微点一下的话，可能这黑棋这三块，这块大概是二四六二四五六六目棋，差不多六目棋。嗯，白棋以后加对加很难受，很难受。如果有加了打吃的话，这一加是非常难受的。对，嗯，那这加黑的怎么办呀？加他就加他就做活呗，就猥琐的做活，就最猥琐的就是咋猥琐，就是。最猥琐的感觉有点摆不出手啊。那也没有办法。难道只能走这个啊？对，那白棋这个地方一旦有子，这一顶黑棋还得靠什么冲了班团冲完了班，然后团完了力。哎呦，这个有点太凄惨了，这就没有六目了，就是对，肯定是没有。嗯，但点现在可能现在暂时还能点上六目，就是你这样下，现在我还能冲了虎，你还一时不会对我的有太多，毕竟你加了我冲了虎，你这样如果杀我的话，我从这儿能杀出来啊，也不是说那么惨 啊，就算点六目吧。好，六目的话，这个地方大概有个五目棋，嗯，差不多五目棋差不多，那就是十一目，这一块我感觉现在也就十目棋，不错了，十目棋感觉。嗯，就算黑白棋虎完了，他虎完他已经没十目，就算有十目棋，就是十目五目六目，那就加起来二十一目棋。嗯，二十一目棋。那白棋的话，这地方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目棋应该是有的。嗯，然后这地方加了打吃什么尖了虎，大概有个五目棋应该有的。嗯，那就是十七目。这样的话，黑棋呢比白棋呢多了大概四目棋，四五目棋的样子，就纯目数。嗯，然后白的有一条这个。虽然说不是特别厚，有冲断，但是感觉上你还行吧。嗯，因为这将来毕竟这还有一些眼位，这尖了虎，我觉得也还行。啊，就是现在等于是，如果说差不多的话，黑的比白的多四目四五目，白的比黑的多这个，肯定是白棋好。嗯，然后现在还该白的走，就是现在白棋我就最差的，我现在飞一个，这样你这个和我这个比，白的肯定我觉得比你要好一点。嗯，你现在这个毕竟还是。有点虚了，就白的现在就走个这个，白的明显感觉也还可以。嗯，啊，就感觉黑棋其实能讲尖冲的话，为什么我一直想尖冲呢？因为尖冲过来，其实白的这地方的目数如果能尖冲过来，也就是十来目的样子。嗯，
你将去把他的石栏木打了，然后这上面被封住，这两边在兄弟在一打架，得不偿失，得不偿失了就、嗯、对，嗯，那这样显然是一盘白棋，反正我觉得白棋好下，对。那么白棋来拆边，这个棋围的也是很舒服啊，这随便一走，这又多了十几目棋，是这啊，同时黑棋这个角就更虚弱了。嗯，刚才我们点一下，就是如果说黑的是二十目，那三个二，白的二十四六二十，二十已经二十五了。嗯，就目数我已经比你多了，还有这个后，你现在你这个后有这个，其实你是比我多一手棋，但是差别非常小，感觉。嗯，因为我随便一拖就能活。对、嗯、对。黑棋这个角的位置不是很好了，现在角的位置不好、哦、对，手脚的位置虚了，现在早知如此就是不如无忧，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小无忧角就发挥作用，无忧角就有意思了。 好，那么白棋现在逼过来，对，面对这个挂角，白棋呢选择了局部的脱先。嗯，其实经常 AI 看到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看 AI 嘛，嗯，就经常看到它怎么挂角就脱先了，嗯，就外面好像也不是有特别大的地方，然后就脱先了，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 AI 也不能光去学，就好多爱好者这棋一挂，我有学生就跟我说，他说老师这挂一个不就应该脱先吗？他就跟我这么说，他原话就是他挂一个不就应该脱先吗？嗯。我说这是谁告诉你挂一个就应该脱先？嗯，就他宁愿去分个头或者走个什么，他也不手脚。嗯，就他说哎，不都是这样的吗？我说、我说不是的，就他这个地方他不小飞硬或者不夹击你，是因为可能有更着急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局部挂一个就不走了。那你站脚干嘛？就是对吧？就正常来说，肯定还是硬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小飞、啊，包括是这种夹，其实也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能光看 AI 以后啊，这人家都不走，我也不走。不过 AI 给我们的冲击还是有的，就是那如果说我们是过去的话，就是说、这棋你不走了，这被双飞也、就一下就亏了嘛。这是对，我们以前学棋的时候是认为挂角、那如果没有就是很紧急的，那我必须得走啊。以前那个思维也比较僵化，好像。对对，以前肯定比现在僵了，但现在的话你也不能就是完全就。还是理解，还是有一手棋的价值的、对，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去理解 AI、然后他的意图是为什么不走、而不是说他不走你就跟着他学，不行，对，是。那实战呢？那实战它是这个，因为确实现在如果现在飞的话，可能跟黑的就算拖了连扳进来，白的这个地方方向是没啥意思，方向不好，没啥意思。就白的现在脱先这期，比如说你双飞燕，白的他很乐，他就跟着你压了长、这样的话。你不过你就算拖吧，拖我就搬着，不就搬着走。这样的话，黑棋等于他这个等于在这后市上，在这围控。其实围了围半天，将来白他断了一下，可能也就围了十来目棋。但这边白棋就明显太大了，就是方向太好。方向好。黑棋肯定不能这样选，黑的觉得那老师那我说那我选一个方向好的。我点个三三，让你走这边。但作为白方来说，如果我脱先，你选择这样的一个棋的话。白方肯定不会害怕的，因为这个定式其实局部应该说是个变化吧，局部还是白棋便宜，就什么都不看的话，对，就我们把这全抹了，对，局部这样的话是白棋好，白棋便宜的，就白棋好，因为局部手势一样，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对，但咱俩手势一样，但是你这将来这个棋形黑的，虽然说你目数看着好像比我多，如果算我尖一下的话，其实你也就八目棋，我这至少也是六目棋，就父母目数其实咱俩差不多，将来我逼住你，你还不厚，等于我这头挺在上面。肯定局部来说肯定是白棋要好，对，嗯，此时也就是黑棋也就在心理上觉得方向对方向对占了便宜了，但是局部是亏的，局部亏的，而且白棋走到抢到了这个呀，对啊，这地方我没走我还抢了一手，是的，那这个地方如果黑棋不硬的话，白棋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有利的手段，可能也需要特别有力吗？你觉得，比如说，就黑的，我说我走这个，你需要特别有力吗？我是不是就这个就行了？这个也挺有力的呀，已经挺有力的。对对对，是长回来吗？我觉得还蛮有想长，就长是吧？啊，我是白的这个棋形，把黑的棋形给他，对，如果说挡住，那我就冲，舒服一下，范老师表演时间现在，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也、就是，我觉得我你说我摆你这个、我就爬吧，爬啊，我以为你不搬吗？我觉得好像搬扎完了是不是也得爬呀？
搬砖完了再跳是吧？跳嘛。哦，那我就搬砖吧，我就搬吧。嗯。这个。嗯。然后我只能接上。啊，然后我再跳，舒服。再一跳。嗯，刚好点到你的方上。然后我挡。嗯。你说虎还是接？差不多。就虎吧。嗯。这样这个太舒服了。对。啊，这被杵，这本来接上可能还行，这被杵一下，这还。嗯，感觉这外边也不厚，这将来加完这可能直接就断了，这反正这黑棋肯定是不行。嗯嗯，这确实啊，这已经是很酷了。我以为你这我觉得挺厉害了，啊，已经很厉害，啊，确实也很厉害了。嗯，还是因为黑棋这个棋下的比较薄。对，一开始呢，黑棋这个手这个二尖的这个形状，其实它对中间的发展比较有利啊。对，它因为手无有脚的话，有什么尖冲啊，有靠。嗯啊，对。但是现在这个格局大家都要走木数的时候，它就显现出来它这个形状的这个薄弱之处了。 嗯其实各有利弊，其实我觉得就爱好者就来说的话，我认为无忧角完全可以下。嗯，就是我不觉得无忧角有什么不好，现在我反而觉得无忧角比这个还多了呢。现在是吗？我觉得是，就是下错小目的话，啊，好像无忧角还多了一些。嗯啊，就这个棋，因为其实想开一点，你走这个无非就是说你要在这儿发展，对，发展好，嗯，但当人家挂角的时候你又不去发展这，你就飞一个那个然后被别人拆过来，那你这不落空，不是自己感觉自己打脸了。打脸了啊，是不是打脸呀？啊，这个你本来要发展的，然后别人挂过来你又不发展，嗯，那你这是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啊，你反正你要手，清楚是什么意思，你要手无有脚，人家挂反正你不发展就不发展嘛，我这样扎实一些。嗯啊，嗯，就是我也不太懂，就但 AI 他就这样说，嗯嗯，所以现在黑棋又补回去了，这样，那就很尴尬了。等于这个无忧角，嗯，这淡淡的一尖，有点淡，嗯，太淡了，嗯嗯，这个黑子的这个效率显然是有点问题了，这个棋，对对，嗯，在这个局部上，这白棋也舒服，白棋加过来了，这能逼倒下来，舒服，嗯，啊，嗯，这样黑棋。这棋其实下下就收官了，就其实这很容易，嗯，对对，就是一个这个收官的格局了，嗯，也没有什么大空，嗯，但是相对来说白棋的官子还是很好收，因为中间这个白棋都是有潜力的，是就算不去管它，它以后总是会有点目数的，是是，嗯，就是我是还是觉得黑棋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思路，嗯，不是特别美，主要，嗯，咱们中国规则贴七目半，你把七目半一扣，你都没动，没剩多少东西了。现在，就你想到最后数棋的时候，你把七目半一扣，你现在把黑的七目半一扣，黑的全局就二十来目棋。哎呀，嗯，没有了，那这还不挨着这一块多？是，嗯，所以就这样下的话，如果不下黑棋，如果说不主动一点，不去寻求一些那个的话，嗯，就是挺难的，至少我觉得是挺难的，嗯。当然作为我来说，我自己可能也其实偏向喜欢于这种就这种格局啊，对，我也挺偏向于这种格局，但是还是要追求效率，我是觉得，嗯，是这样。黑棋跳出，哦，白的现在是跳这个，我第一感觉往下跳木数妖精，嗯，不是，我本来以为我跳然后你飞然后拖，这样白棋是很舒服，那我肯定要打入你了吧？接上，然后我咕咕的一飞，这你太舒服了。这我黑的是不是你派来的间谍？我黑的可能不会这么，啊，让你这么下吧？嗯，你要我怎么也得打入你啊！我觉得，啊，你要打入我跳的话，啊，你直接就打入我了。啊，搞点事情，啊，不好搞。嗯，我呀。这个不是跟小朋友说不要下这种棋吗？我还是要翻出，还是要下我的哦这一张棋。那我就把这吃了。给。好，我拿来吃了。那我以后就走到这儿来了。啊，就走到这儿来了。确实，范老师不好弄，不好弄，不好弄。嗯，这个肯定比刚才那个好多了，黑棋。嗯嗯，对。下不成那样子，反正我肯定要跟你搞事情，打入进来。嗯，对。但其实这个靠有的时候还是可以下的。嗯，就是比如黑的比较厚的情况下，这种腾挪其实靠一个，嗯，
白棋就是弃掉一边的想法了，就是我腾挪、嗯、你不管你搬哪边我断哪边把另外一个夹死，嗯啊，其实就是一种腾挪的一个下法。 嗯， 嗯，其实我也可以简明的处理方法，也可以给你站出来，其实、嗯、其实也可以站，我觉得不一定比这个差，其实、啊、嗯，这样呢黑棋就飞脚了。嗯，因为我还是认为就这条边啊价值不大。嗯啊，我是觉得让黑的走无所谓。嗯，就比如说我走着你走着我先跳一个，我觉得也其实也还行。嗯嗯，当然就是这个嗯，毕竟这个比赛选手还是比我厉害。白棋跳，嗯，黑棋跳，白棋建筑。嗯，白棋还是要看中这边，其实白棋的意图就是说我还是要看中这边。嗯，那边其实只要不死就行、嗯、不死就行。嗯，黑棋爬，白棋挡住。一般来说这种就爬都不硬了嘛，你肯定都往这边拆了。对，但现在因为拆确实是没有价值，无聊。嗯，索性搬这个，这样的话黑棋这个也没有活。嗯、啊、黑棋点过来。哎，白棋下面这两步棋挺有意思的。白棋现在尖完了，尖这个，这首先这个尖啊，明摆着不，本来黑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先手的嘛。他就让你走，我就顺势一虎，我就活了。啊、嗯哦，就是我是，我当时就在想，黑棋这棋是不是拖啊？嗯、哦，拖。嗯嗯，拖白棋是怎么硬的呀？你想怎么硬你就怎么硬了。我想搬了。搬这个。嗯。断呗，那我就吃掉。我是打一个。哦，那我翻吃。吃的。嗯。吃的我就再想办法弄这块。嗯。嗯。或者我就先贴回来，贴回来你断完，我主要这要被你爬，还是这样吧，嗯、这是很目数重要。就这样，嗯，就我觉得黑挺想往这边走、嗯、因为现在我觉得白的往上面走没什么价值，往上面走我就把这活了，这上面冲感觉都是虚的、嗯、虚肉，这反正黑的随便走这样，我觉得白棋是不太满意吧。嗯嗯，就白黑棋我觉得还是没下到目数啊，这 这一段嗯，我觉得黑的没下到目数，这个挺好的，我建一个。嗯啊，我觉得这见了见很舒服，就是又是黑棋来打吃，你打吃这样我就做活了，你打吃我就不先接一条、啊、接还要接的。嗯，你要吃了呢我就冲过来，你要接上这个呢我就顺势虎一个，这样你接上了我就这样靠出去，这黑的也没办法，黑的没有办法、嗯、啊，黑的应该不能吃吧，啊，黑的没有吃，嗯，而是选择了点反击。嗯点的话，这是什么呢？白棋如果粘上，黑棋是走什么的呀？粘上这个。嗯。粘上的话，哦，丁丁，丁丁历险记。那我就把你断了。断了，我把你断了你。哦，这样，这样怎么样呢？不吃，哎，我的哦、嗯，我打吃呢，吃这个啊，哦，挺厉害的，哎，这个是不是？我只有吃吃，然后吃，嗯，然后好像是接上，对，这样我打劫也不行，不打劫也不行，那就是不行。嗯，不行，这其实不知道白棋点一个黑棋是走什么硬啊，点完以后我也不吃啊，粘上呢、嗯、第一感就粘上呀，对，嗯，为什么不粘上呢、哦、黑棋难道说是爬回来，爬回来啊，爬回来的区别是但是我觉得爬回来这被白棋一挖很难受，挖只能忍了他，哦，那白棋就挖粘，挖粘，嗯，差不多，我现在
也不太好下，不太好下黑棋。那说明白棋这个尖完尖还是好棋哦。尖完尖是好棋。实战它是驼。驼。驼老。驼老一个。驼老一个。驼老一个，他意思就是我这 AB 见合。可能他觉得就更简明一点。然后他在吃。就是对加。对，没有这个子是在这儿。这个子在这儿。这点在这儿。那刚才我们说的有点问题。对对对，那是我们有问题。刚才那个子怎么跑到那儿去了？对啊，这怎么摆错了？那黑白棋当时为什么压出去呢？他压出去以后可能他再怕拖，这样就黑的就便宜了，就交换。在这儿。怪不得那时候怎么刚才搞不定了呢？然后粘上，然后黑棋拐白棋尖。白棋尖完就是要加黑棋。对，就是我加一个这个剑合。黑的还是选择的长。这种棋白的太好下了。白棋打，这个时候黑棋也不敢提，提的话这个地方直接黑白棋就跟他开劫了。对，只能走这个。然后白棋打吃先手，然后断一下，很舒服。这样黑棋等于说整块棋都没眼了。这个时候白棋再在这个地方跳出，那黑棋这个地方是不能冲断白棋的，冲断白棋的话这个下面就不行了，下面就死了。这样这个下面就死了，所以白棋这个断点是不存在的。黑棋打吃，白棋粘上。现在白棋这个地方的子就发挥作用了。是的。这样首先白棋安全连回，其次黑棋这中间这块棋一个眼都没有。主要这个打劫太惨。对，还得有一个打劫。黑棋靠，白棋也就非常简明的退。依然保留着这个地方的瓦断。对。主要这个瓦断对于白棋来说是无忧解，毫无压力，表示毫无压力。黑棋终于还是补回去了。但这一串黑的也不得呀。对。黑的其实就捞了这一点木薯，也没不太多，十木棋。但白棋那个子吃的也白的这个吃的子效率非常高。对。黑的主要这还是个假眼，白的这样出去以后，黑的还得考虑着做活的问题。这样感觉黑的应该是不行了。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真的就是不行了。就不是他可能木薯也不够，就是他可能差的不多。但是没有不好受，没有地方了，就是感觉没有地方了。是白的感觉就是特别厚。然后对，今后只有可能白棋在中间掌控，但是黑棋这个是绝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掌木的机会了。小尖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小尖尖尖手尖完很舒服，然后白棋这一跳。下得很流畅。黑棋飞，白棋这一飞，这个木薯也是走得很舒服啊。关子说的。这个时候点过来，确实白棋这随便点一点，感觉这个地方的木薯就起来了。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说的这个面儿。它虽然是有点薄，但是如果说它这个地方没有利用到的话，它其实就是个后势。那它这个地方的潜力自然要比之前我们点的这个四目棋要有用多了。是的。黑棋贴，白棋就简单的退，黑棋拐回来。白棋这个地方还不能给他演，这猴白玩难受。对，没办法，这有几段，这白玩这还留下了一个子。猴完以后他也白的也厚了。这白的下的还舒服了。是，所以黑棋为了给白棋这个地方制造点味道，还选择了花在这儿。本来走这个黑棋这地方还要半个眼，现在半个眼没了。然后白的把这味道补住。哇，这个感觉在宣告这个棋我已经盛世立然了，是吧？是是，这黑的主要就算活了木也不够了。主要白棋真的很厚，这周围都是白棋的子。黑棋这个地方确实下起来非常的困难。就黑的能活应该是能活，就是他以他们这个等级其实他们活可以没问题。但是主要是空不够，就主要是空不够了。棋包空少，这就很艰难了。然后靠。然后当白的下的这个一百一十八冲的时候，黑的就
投降了啊，就降了，认输了。嗯，实在确实也没下的必要了，确实。你就算活了，就先说算你活了，还不见得，趁现在去下一下，真有可能死了，我感觉。嗯。嗯，这就算活了，木也不够了，我们点点黑的。刚才我们说这个六木起，这块五木那就十一、十二、三、十、四、五、十、一、十、二、十、六、二、十、二、十五、三十。嗯。就四十木起，嗯，四十木出点头。刚才说白的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是二十五木起，中间现在这个地方五十木起应该有，嗯，十木起应该有，这上面还有，嗯，那就三十五，这我二四六八十，十木起肯定要多，嗯，那就是四十五，你黑的才四十，还得添木，中间大龙还没活，嗯，你还得跑，这白的随便见一见，收一收，虎一虎，加一加，走一走，再加一加。感觉是盘面这黑的都要输一些，嗯，啊，那看起来这盘棋还是这个一开始这个地方的问题，后边发力也发不出来，感觉到处都是白棋后，啊，这个棋感觉上曹逍遥的这个实力没有好像没有展现出来呀，嗯，今天啊，可能是不是赢五盘开心了，心情可能会松懈一点，对对，有可能，嗯，反正今天张涛这个发挥明显还是要比。曹逍遥要好，嗯，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的一盘完败，嗯，啊，我觉得从一开始黑棋的这个下法就有点奇怪，嗯，啊，上面这个打入其实也不便宜，肯定不便宜，去活这个，因为两边都要打架啊，两边都要打架，一共就破白的十来木棋，主要白的其实他其实就是靠了几个，然后有个子儿，其实他也不是说有特别厚，然后你就这样去活一块儿。感觉没什么必要，我觉得黑棋，嗯，开始下完感觉就已经不太好了。就后来我们说飞到这先手，然后逼到这以后，这个棋盘对于黑棋来说太小了，好像对棋盘太小了，感觉主要是木数也不领先，嗯，对对，木棋又对都在里边，嗯嗯，就黑棋这样下挺难的，就真的是挺难的，就是这个格局已经决定了黑棋这么下很难，嗯。嗯，就算后面你再努力，可能也只是好一点点，可能有可能就是最后你就算再努力，下次再那个也是不好下，这种棋不好下。嗯嗯，格局好像是已经是对黑棋不是很有利。是这盘棋，不过张涛也发挥的比较出色哈。对，张涛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对，基本上零失误，好像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嗯，对，他的每一步棋好像都还下在点上了。嗯嗯嗯。嗯好的，那么这盘棋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嗯，那请大家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另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好的，好，我们一会儿见。有微信号为